六点了不？你刚登的为民族的问题跨省操烦，不管是因为理想，也是责任，你一直点点把工作走掉了。在数位时代，各行各业的黑客，您不免孤军独战。2020总统杯黑爽，咱来用数位科技加创新的角度，做伙急头脑想办法，把现况变变转。透过政府的开放资料，同齐为台湾做体检。你的改良方案是社会换新的机会。你、我拢会当是解决问题的黑客。你有伫咧无？2020黑客到顶。